我们就先站在我们的视角来看看我们得到的这几个人物之间，就是小郑妈妈、小郑和小胡之间这样的一个关系。我跟我大儿肯定不能啊，为啥不能？因为他是我儿子，我是他妈妈。但是你看，就是小郑，反正给了几个信息，说是不是怀疑抽烟啦，还是因为小胡赌博，还是说小胡因为粗心不小心拿错了烟花，其实已经在担忧这件事情了，在找这个爆炸的怀疑的理由了。冷烟花是肯定不会爆炸的，是，有可能是我搬错烟花，然后搬的热烟花，烟花爆炸了。冷烟花的反面是热烟花，我瞎说的，就是易燃易爆烟花，然后。对不起，没跟大家说一声，虽然还没有到那个投票环节，但是我就忍不住了。好，这么玩是吧？好，没关系，把那个嫌疑人给我贴上，扛得住呗，就是。心态好了，主要是。现在心态也完全调整过来了。